的是有肉就是什么肉都是没有肉，那为什么今天打的没看得懂呢？没有没有，这颗镣铐就是有肉的，然后中间出的差错，采购那边做错了，来不及，所以就是厂家那边搞了一个没有肉的过来换一点。你改慢一点。给你送过去。重铁螺丝都是他们